今日好，请坐。大家好，谢谢我来讲台湾春秋，吼、哦，台湾春秋已经讲几遍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四遍咱咧讲就讲，蒋经国伫1978年来选总统，1984年阁选一届，1972年的时阵啦，咱看到1970年以后的台湾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过程。1972年的时候，伊担任这个行政院长。行政院长，伊就来落实什么？落实崔台清，吼、哦，崔台清会当吹本牛的，会当吹牛的吹牛，会吹牛的台籍青年啊嘞，开始咧动用这个动用这个咱的崔台清。动用崔台清上大的乌米，上大的乌米就是李登辉先生嘛，吼、哦。因迄当阵，足侪人讲农业问题已经足困难了呀，农村经济已经破产，要找什么人来解决问题咧？哦，真侪人伫报纸讲啊，爱着蒋彦士、蒋彦士啊，甲蒋介石推荐，有这代志无？事实上有哦，无这个代志。蒋彦士做过农学会的秘书长。在伊做农学会秘书长的中间，李登辉拢无升迁，拢无升迁呢。你哪有甲提拔？但是咱会知郑郑祖才先生，伊是赤鸠案，1970年4月20日赤鸠案刺蒋案，这个主角。伊参郑黄文雄、郑祖才甲黄文雄两个人也一起请。在纽约区的迄个 Plaza Hotel 广场饭店大饭店，对中央公园的边啊，甲开枪，甲蒋介石开枪，啊失败，啊？You are right， 就是这样子。我刚刚因就是个少年，啊无迄个无经验，啊嘛本身都无枪，本身伊无枪，是临时里面对南方。对南方一个台湾同乡会有请，甲借伊来用，啊借来用的时候，要去开枪的时候，离这个借到位，甲开枪时间足短，而且因两个少年呢，想讲啊，台独人民大家拢同志嘛，所以那就暗砍，就甲民进人讲，但民进人可以信任吗？民进人可以信任吗？不可信赖，不可信赖，因为啥？为人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。警部局调查局训练出来，就不要混入去台独联盟的，所以马上伊就知啊，就开始加强伊的封闭啊嘛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将来我对台独联盟内底人，我就袂放心。我估计来讲，我伫1976年到1979年伫纽约州，我咧写批予台独联盟，我唔敢用真名，而且我唔敢到纽约州发批，我来走去弗吉尼亚。哦，我当时要去弗吉尼亚，先批写好。在弗吉尼亚才去遐打邮票，才寄出去。所以，伊内底人只要不要先要查，去弗吉尼亚查，未来纽约州查。啊，我去波士顿，我怎去波士顿寄出去？安尼呢？还是我要离开美国，我等下到加州，才对加州寄出去。用安尼呢？啊，所以吼，你知影台湾人有够可怜的，因为啥？全世界有至少有70万的只要不要呢。70万人之后，要不要先各所在各单位拢有要不要？现出是咱的上课，毛国民党的要不要派来伫遮呢？唔是无呢？吼、哦！啊，咱嘛向向伊来，伊来听听，看会当良心发现无？咱嘛希望安尼呢？吼、哦，不管啦啦，就是讲因市政也失败了，吼、哦！在美国方面啦、啊，当然会较 push， 逼这个蒋介石伫伊来个改造新。爱用一挂台湾人，所以咱唔知拢讲哦，已经开放，已经开明，所以开始重用台湾人，用崔台清这个名词来代替。吼、哦，啊，那么1972年，这个要解决农村经济真破产的问题，都要找一个农经专家，所以真济代代农行业的一家专家，拢想讲一有可能点着伊，特别是过去参国民党关系较好的一家学者。那像咱桃园县的柯文虎，另外一个叫做吴崇贤，
吴崇贤是这个南农推农推会过去的主任啊，研究所的所长啊。另外，这个头先讲迄个柯文儒伊是做台大教授个系主任啊，然后去做农林厅厅长，往往是农林厅厅长起来做农委会，还是讲这个政务委员这边的先哦，刷找一个李登辉。啊，然后报纸一直讲，金万书家己推荐，金万书家己本身，家己本身是一个重大政客，伊会使讲政坛的不多翁，伊现在是政府坛的不多翁。咱大家刚才看外表，感觉伊是一个人才。伊做教育部长的时候，因为有船啊、游船啊，学生要毕业典毕业迄个旅行的时啊，迄个坐船去，船去沿岛，也是讲起去，啊有人落水死去，安尼伊说。吼、哦，自请辞职，啊！然后报纸啊写只大片，伊外好人都外好人，外高都外高，吼、哦！啊！然后并无讲伊辞职都无位通坐，伊叫照常换别个位去坐坐咧。啊！伊现在是政坛的不多，大家嘛唔知讲伊以后的发展安怎。当李登辉当选做总统的时呐，伊要求做啥物？做总统府的秘书长。所以一直到1998年，蒋介石死了。李登辉才开始有做一个总统的滋味啊！伫进前啊，蒋介石伫内底，你甲伊阻碍啊，所有改革拢蒋介石你甲阻碍啊。蒋介石是地下总统啊，无经过选举的总统啊。李登辉是一个傀儡，一个咖喱鸭仔尔尔，偌济人知影？李登辉伫1988年1月14日担任总统以后，阮兜的电话不断，我一挂朋友。底下拢打电话来讲，哇！你退党啊？你的指导教授要做总统啊？你咋办呢？去做国民党大官？我相反，我的指导教授做总统，我顶多唔敢想讲我要去做大官。啊，我也无想要到国民党体制来做官。哦，因唔知讲，这人唔知讲，李登辉做政务委员以后，伊步步高升，政务委员去做台北市长，台北市那阵叫台北1978年去做台北市长。1981年的迄个12月初一发表伊来做台湾省主席，12月初一去上班。伊做省主席以后，一步一步实现我伫1972年6月中改讲的讲，你爱去争取做省主席。你若做省主席，有一天你就担任副总统。副总统了，当你做副总统的时候，蒋介石已经糖尿病十几冬啊，可能活不外久，一死你就起来。做总统，类似安尼的推论哈。那么，1971年12月去省主担任省主席的工作，而且呢，八四年，吼，伊伫迄个3月先就甲提名做副总统。所以我今日讲到这个所在，就是讲，李登辉伫1972年做政委员，啊，过来做台北市长，过来做台湾。省政府的省主席，过来伫1984年的时候，伊就来担任副总统。吼、哦，我是讲到这个所在。啊，当然，1978年到1984年中间，唔是无风波，有足侪风波。这风波就我伫顶面讲来讲，贾东敏伊本身担任副总统，啊，然后伊担任副总统的时候，当然部座拢会改破嘛，吼、哦。甲婆啊，就然后因囝就变做四大公子之一，吼、哦、啊，然后隐隐约约啊，就讲诶、欸，有可能伊将来接总统，因为啥？1980年、1982年中间呐、啊，蒋介石身体健康严重恶化，所以啊，这中间贾龙敏伊积极推荐伊个一家子话，讲伊重要的这个干部就是林永江甲陈世英。哦，推荐林文港来做这个台北市长，哦，省主席，啊，甲内政部长，啊，然后推荐陈世英来做这个监察院的院长，哦，啊，但是有一挂，哦，这个流氓政权内底精英，还是讲这地狼、地虎、地狼、智囊团，一智囊，啊、可能姓啊，但黄少谷较有力。因为国定人爱听出黄少谷、黄小国吼、哦，这个地龙的啊，这个意见，反对
陈时英起来做这个监察院的院长，家人当然去甲黄少国讲，甲黄少武讲，哇！啊，农民做副总统，假农民做副总统，啊，都已经，哦，林明刚做过台北市长，搁在做过新主席，哦，啊，八四年的时候，就开始做这个，做这个咱的，迄个民内政部长，哦，官做遮大嘞，啊，伊就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呐，日本的台湾同乡啊，用现代的这个场面来甲迎接，那像咧迎接一个总统同款。迄规矩是总统的规矩啊！消息传来到台湾的时候，这个蒋经国当然是惊嘛，惊讲有一天林文刚若爬起来的时候，啊，你台湾人的势力怎啊浮起来？啊，然后咧，这流亡难民就艰苦了嘛，啊，所以当然该被压抑、被压制，迄蒋龙民的势力，所以当。迄个蒋龙敏推荐陈时英来担任监察院的院长的时阵啊，都有反对的声音，所以临时立庙，吼，临时立庙，怎找一个叫做黄俊秋，诶，同款拢是彰化人，彰化鹿港地区，吼，福兴乡的人，黄俊秋来接监察院的院长，陈时英怎无代志通做，无官通做就对啦。无管通做啥，做彰化银行的常务董事安尼念念，吼，都无甲安排任何官职，一直甲伊啊食老过身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种当然是拢咱真细微的一挂细节吼，真少人去注意遮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因为对李廷辉关系，所以真侪人会来甲讲东讲西，会来甲拜托东拜托西，就是时英，但时英先生，田中人嘛，啊，我是水人。阿姨知影讲，我是李廷辉的指导学生，所以伊就透过熟悉的人来找我讲话，甲讲这段过去已经遗憾的代志。伊甲我讲，伊过去伫国民党内底嘛是忠心耿耿啦吼，真忠诚来对付来对这个国民党来输诚的吼。啊是安怎吼？这个重要时刻，伊就要担任这个。那么监察院院长会使讲主席的阿福建煞叫飞去，吼、哦，伊甲讲这段故事，感觉有一点仔难过，啊，然后希望讲我有机会，爱甲李总统该欢迎，快当该安排一个适当的职务呢，吼、哦。所以总统职务到1984年的3月29，那李廷辉新主席。怎啊被提名为这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副总统的人选？啊，当然，哦，进前就提名了吼。啊，3月29投票结果嘛是高票当选，因为各大代表拢伫国民党的控制之下，吼、哦，就是当阵有少数选出来一挂党外的各大代表嘛无能为力啦，吼、哦，无能为力，所以哦，伊就东东轰轰就变作。总统府内底副总统办公室的主人，吼、哦，我吼，迄当阵我伫台湾经济已经准备要去美国进修，所以我嘛是走去南港的电信局，甲拍一个电报，甲伊祝贺伊担任这个新职，啊，重点是要甲伊提醒，讲伫1972年的6月20左右，我。伫你农学会顾问办公室所讲的迄些话，迄些话安怎讲呢？讲老师，你应该把你的道炮、你的道炮啊，吼、哦，给弹掉。从今以后，莫以教授的身份来对我讲话，是爱去学习做一个政治家，吼、哦。因为你将来唔能去争取部长的工作，你所要争取的是新主席，吼、哦。甲副总统这两个职务，哦，我迄阵无想着讲台北市长伊会做这個，我是感觉讲，来当做新主席，都可能去接副总统这个职务，那像严家淦去接蒋介石最后迄两任的这个副总统的职务同款。啊，若安尼先，伊一个糖尿病二十几档，将近30档的蒋经国，伊伫迄迫亡中间啊，
吼、哦，绝对无多好好好啊去顾身体，所以啊，伊就有可能伫伊个第二心的任上，都来吼、哦、明主殷郊啊，都死去啊。啊那安尼，你就自然，你就变做流亡政府的总统，你就会，你就有可能。迄阵我唔捌讲较白啦，我意思讲，你就有可能改领导，领导台湾人向前迈进。吼、哦，我是要迄、那个电报的意思，是要改提醒我伫。1972年，已经是12年前的时候，我讲迄些话，安尼，但是我袂使伫电报讲遮，在电报内底袂使讲遮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一直到1987年的12月17日，我专工伫美国转来甲讲，这个人已经两眼无神，干来当直看，袂使这个瞳孔啊，乌人啊，已经袂转啊，咱乌人会当转哦，你甲看这边遮，看上边啊先，再上左边。看管定转来上上面，看左右边的心转来上上右边，会当转一年，迄是活人啊！要死的人是这两个，这瞳孔已经直直啦，未转，迄个将近要死的人。所以我伫1987年12月7日伫美国转来专工转来，来甲伊示警示警啦吼，甲伊讲这人特别巧的啊！吼、哦，这我伫一直在这来讲啊，干要进行简单讲，简单讲就讲。1987年7月落飞机11日，我就甲伊敲电话，因为我出国的时阵，伫这1984年出国的时阵，我就甲将我是8月出国的嘛，啊伊已经8月的时阵，伫这3月诶5月20日，像今已经半诶、欸、已经3个月啊，所以我就有伊的办公室联络电话啊，啊所以我甲电话炸出去，炸出去美国了，啊迄天转来12月7日转来。11日的时候，在这个中华银行董事长的办公室，我去找这个刘国秋。刘国秋是唯一李登辉在学术界唯一的朋友。如果有好朋友是他两个人，那像师兄，但是那兄弟、啊。所以我先去找刘国秋，我跟他坐，我说，哎，我想要来跟李贤、哦、李老师见面。因为啊，不然你就在给他打电话。哦、我刚才在他的办公室的电话给他打靠李前总那阵做副总统，哎、欸，苏志勤接电话，所以讲，蔡志贤哦，蔡教授哦，你好，哎、欸，讲伊讲你伫度，我人伫台北，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副总统有讲，讲你若回来的时吼，一定爱来副总统办公室查询，我安尼好，你甲我安排一个时间，用安尼啦，十四日刚好无，十四日帮有，迄天有时间，哦，无代志就对啦，哦，我几点？用啦，4点45来啦，啊！你才4点40以前哦、喔，都要来到这个总统府的道坪吼，伊、喔、的正门口的正坪吼，咱入去的先道坪啊，伊正门口才是正坪，迄个所在去报道啊，我会甲伊交代，啊，然后有人带你起来，迄副总统办公室伫3楼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就预约入去内底，啊，我有问苏志勤讲，啊，我还等到副总统讲几分钟啊？伊讲15分钟，啊，所以我15分钟想，哦，这时间足有限的，我都要把握时间，所以我坐落来先，这中医茶几，伊坐这边，我坐这边。我讲老师，这里特别巧呀，哦，你要注意哦，哎，有安排，哎，有心理准备哦。伊讲，没啦，我逐天咧在介做哦，情况拢足好个啦。我一看伊面红个赤字啊，迄气色那点低光呢，吼、哦，红个发紫，吼、哦，红得发紫哟，迄是伫做皇帝的相。王老师，香港吼2个月以来，甚至1个月以来，一人跳伊，用袂啦。每一工拢两个护士甲两个医生对伫个生活边哦，然后发生代志，马上紧急，绝对无问题，细声。过来讲啊，卖讲这啦，咱讲别行啦，啊，就讲别行，吼、哦，讲话讲别行就讲足大声，啥人啊嘞？啥人啊嘞？台湾人做副总统无自由啊，这底下有监听器啊，啊是有录影机啊，录影录音的机器底，唔知藏伫倒啊？啊，我相信可能藏伫茶几底下，伊嘛未使甲拔掉呢。所以就是伊做过总统的时候，伊的电话拢窃听录音啦，安尼台湾人敢有自由？
主甲总统啊，要互窃听录音，啊，你虾米人较大？虾米人较大？咱就可见，拢咧做假，拢咧演戏互看，拢咧做戏互美国看，做戏互台湾人看，咧甲咱骗吼。这是咱来家己去彻底了解吼。我是先甲，也是这边讲先简单讲一个到这个所在，就讲，然后，就1984年。这个三月二号投票，伊就当选了副总统啊！吼，当然一组尔嘛，一组无人出来跟因竞选啊！哦，啊，然后就顺利伫520就上任嘛咧，这是蒋介石第二任。啊，但是咧，问题发生伫倒，伫1984年4、5月的时阵啊，发生江南案。唔知影江南案的人请一个手。哦，少年的唔知，甲你一下，我、哦、大家拢知。江南案，江南是一个人的名，伊的笔名，江南伊的正名叫刘宜良，吼、哦，伊是一个退伍军人的款，啊，流亡学生同款，啊，然后伊认真去读历史，读来时吼，伊就写一本《蒋经国传》，吼、哦，伊家己找一寡资料。倒个写一本《蒋经国传》，就对蒋介石的过去有一挂评论，反映伊早期的时做一挂违反咱的一般的公俗良俗，还是讲违反做人的道德迄方面的物件。就是讲，那像咧清蒋介石的小共款，但是江南迄当阵伫美国加州的时呐，已经是摕了美国籍，吼、哦，所以以前咧讲，伊摕了美国籍。会当讲实在话嘛？会当写个历史吼，留一个历史的这个诶好名吼、哦，反映事实，反映过去真实的历史，安尼来讲这个来写这本册。但是你写江南案时，难免有人会知，像唐德刚，伊就一定知诶。诶，吼、哦，唐德刚是东华，唐德刚是一个历史学家，伊伫东华诶大学咧教书。啊，因两个常常拢时常有咧联络，啊，所以当伊知。啊，但是我相信加州的一挂，这个啊，流亡难民中间一定有人知。啊、然后呢，这学生嘛拢知，就是讲流亡难民有足济德联帮、四海帮的人伫海外嘛，迄种伊情报局的马前卒嘛拢知影这下代志。迄当阵，伫1984年，迄当阵，蒋孝武已经是一个政治头头，吼、哦。政治的政治，所有政治单位的这个领袖就对了。咱大家拢真外行，那像我顶个直接讲来讲，我对一个叫做钟荣禄的这个名，这个人，钟荣禄是山西霍县，山西霍县足济精英拢加入情报局，国防部情报局。然后迄当阵戴笠的时阵呐，戴笠就死伫这个，伫这个岱山，吼、哦。坐飞机的时候，伫迄个岱山，伫南京北京路顶啊，煞去失事，啊，怎啊死伫岱山？啊，死伫岱山的时候，伊的副手叫做乔家财，乔家财嘛是山西霍县，所以乔家财伊有足济山西霍县的同志，迄当时拢怎啊失事？啊，这个钟先生啊，伫1949年进大陆中国大陆啊，文寒的时阵啊，来不及离开大陆中国，啊，所以啊，伊哦辗转安尼对北部一直走个。走到台湾来的时候，和现出时在台湾家，就是那个毛人凤，因为戴笠死了啊，吼、哦，不是乔家财起来做那个接手啊，就是毛人凤。啊，毛人凤是谁？毛人凤是蒋经国因生母那边的亲戚嘛，吼、哦，拢表兄弟不得了了。啊，然后伊就担任这个国防部情报局的头嘛，啊，伊就要迁都这个乔家财，吼、哦。乔家财这里、個、这方面的势力，所以改讲伊就是共产党，吼、哦，改来关，改来关。爱是啊，伊是据理力争的先呐，一直下票蒋经国，迄种蒋经国做国防部副部长、国防部部长的中间，一直据理力争的先哦，怎啊甲放出来？放出来都不爱回，搁担任公职，怎啊无工费就无收入，怎啊去开一个这个租书店啊，租一挂武侠的啦，啊红啊册，啊咧租给学生看，安尼。啊，做学生看中间，伊敢讲，伊过去做情报工作的时哦，或者杀人无目无刻目的，无目睭袂呢的，哦，杀人不眨眼的目睭袂呢哦，
伊讲政府局的人拢是满手血青啊，血腥啊，血腥满手血腥，一定要做一挂道德工课。啊，伊伫台听课，啊，伊就找台台的学生，吼、哦，无衣无袜，无钱通食饭的，啊，去住伊遐，啊，食大拢食伊容易安尼，啊，免无提钱的。啊，我迄阵都家庭困难，我怎啊去甲伊住做伙，吼、哦，食甲大拢可以安尼。啊，伊拢带我去见一挂当店的头家，啊，拢去啊当店头家借钱。拢是过去国防部情报局的人摕落来，拢互开当店，迄是特权吼。啊，开当店，啊，伊遐借钱拢毋捌还，啊，拢留去借。啊，我讲，啊，你借钱有还无？啊，迄免还啊，伊嘛知影我袂还，因为啥？阮过去吼，台人放火吼，拢吼台人放火拢做歹代志。啊，即摆开当店嘛是咧吼，嘛是咧剥削者吼，摕物件去当的人，啊，即拢不义之财，啊，摕一寡来开开下做一个好代志，安尼较有意义，哦，即个人足趣味的。啊！伊死了，七十岁死了，写一本回忆录，我即内底嘛有一挂伊过去咧做情报的一挂代志。这是第一下甲讲，讲吼，讲国民党的恶毒的所在，吼，伊甲讲就话国民党恶毒的所在。第二个是讲1983年、1982年、1983年，我破病的时候去医生协会啊，去学中医啊，拄到一个老医生，拄一个吼，这个流芳难眠的医生。伊湖北人，啊！伊中校就替我，就外国出兵啊！啊！我问讲，啊！你都看你的履历，你对这个哦国防的事务吼、哦、有做足侪贡献，啥遐早四十几岁你就退休，外国出兵安尼，啊！退休来创啥？你包水饺，卖迄个豆浆吼、哦，卖水饺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啊！伊就讲啊，这恁大人拢唔知。恁大人足单纯，拢唔知影。阮这伊拢讲，阮这吼所谓的外省人啊，吼、哦，阮这内底嘛有真侪矛盾，吼、哦。啊，恁大人足侪代志拢无清楚，恁实在是吼戆牛一个，啊，做甲要死诶，啊，唔知讲这内底足侪特权诶，啊，阮吼都无愿意吼去加入帮派，无愿意加入青帮，啊，我是绝对无法度升甲将官，就是有军功，你若无去加入这个。青帮，吼、哦，因军中另外再加入青帮，吼、哦，啊，外口社会上才是加入红门的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即内底来加入青帮，我都一定升官，那我无爱加入。啊，阮囝，吼、哦，现在是陆军官校毕业，嘛已经上校嘛，吼、哦，我嘛叫伊讲上校最后阶段嘛是怎退休，唔能想讲要升到少将，啊，要来加入即个青帮，做一挂伤天害理的代志。用大部分的工课，大部分的一挂恶毒工课，拢是对青帮发动，啊，才叫德联帮、苏海帮去咧进行的，吼、哦，迄拢是替死鬼，类似安尼啦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我是对这两个人，当然我嘛有拄着真好的 case 的，我拄着一个吼，姓常，常山赵守龙迄个常，吼、哦，常先生啊，伊四十五岁毕业退休是空军的上校，有一天，因为我是。是这个中心介绍我去遐做因兜的家教，啊去做因兜的家教的时阵啊，有时间我等我大住伊遐食伊遐，啊无提家教的迄个钱啦吼，啊我下课的时阵四点外等于甲因兜的时吼，伊坐伫客厅咧哭，欸，一个大男人45岁吼，正伫壮年的时候，哦伫遐咧哭，哭哭大细声，啊因太太伫厨房无出来，啊我就我说，哎，我叫常叔叔，啊你是啥物代志？就靠干呢，因为你个想看卖，我45岁，正值少壮哦，少壮，一旦为国家做足些代志，结果我无爱加入帮会，我都爱被逼退伍。啊，我被逼退伍时，迄阵无退休制度，所以无啥物收入，我要安尼顾家囡仔大汉，安尼啦。哦，所以迄个家庭到尾啊嘛真辛苦啦，吼、哦，真辛苦。因两个囡仔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迄查某到尾怎去舞厅上班？舞厅上班赚靠钱啊！吼、哦，那类似安尼啦吼。啊、所以吼、哦，经过甲遮互动了，我就较了解讲，哇，原来国民党是安尼。所以真明显，当江南咧批评蒋介石以过去所作所为，未来大家嘛袂使对于有啥真好的期待的时阵啊，啊，一下这个物件。当然啦，都
牙人的肉啊，爱当阵啊是张浩武，张浩武哩做所有政治系统的头头，所有政治系统的人，吼、哦，科长以上的任命拢出自伊的手笔。张浩武第25岁时就已经伫这个政治系统咧坐椅啊，都那像这个韩国迄、那个。金正恩了，即摆金正恩是19岁。你看，伊很少年开始，因老爸就开始改，回去咧，即步回去学历练，回去甲遮较侪岁人学习。吼、哦，啊，做遮工课时，就是要回有即个人脉甲人际关系创好。啊，然后有一天伊死，伊就是29岁，嘛是要做北韩的大统领，同款。啊，所以蒋经国本身也是自24、25岁开始，就咧训练这个蒋浩武。当咱迄阵要戆戆的时阵，25岁，咱要调直调直的时阵，人蒋浩武已经咧决定人的生死啊。蒋浩武伫1984年的时阵，已经咧统领咱各所在的政治单位的人员，咧统领所有要兵啊，咧安排所有。这个政治单位科长以上的职务啊，所以啊，迄当阵啊，伊可能听下骹手的人的话，无去甲蒋介石做沟通，怎派人去台江南？派两个人，一个就是德联邦的陈克烈、陈其礼，啊个另外一个就是张安乐、白狼。啊！真个人去把蒋介石抬死了，吼、哦！但是当然不化，美国就找到这个凶手嘛。啊，凶手最后嘛是放弃了吼。啊，陈克烈伫个1989年7月对美国回来，7月对美国回来，又炸2分啊3分的迄个伊经过的录音带，伊甲咱的政治系统情报局。所做的迄个交易的录音带，因惊伊讲，因若入去到台湾时，会去用台人灭口、灭口，对无吼？啊，所以伊就炸录音带。当时张安乐要伫海外，伊嘛有，所以用这个威胁蒋介石，讲你袂使对我安怎？不但袂使对我呐，嘛爱互我好康诶。所以陈克烈入去到台湾，1989年，吼，到1990年诶时呐，经过一冬诶时间。7月、8月，报纸讲，陈克烈入来个台湾，承包台北市的捷运的工程，佮转包出去，一年内底赚偌济？100亿，一年内底赚100亿。迄当阵，我参阮太太，吼、哦，两个人咧上班，一个月伊4万5，我4万5，就一个月9万，啊我。两阿母，吼、哦，无老岁啦，但是老官啦，哦，副教经营人安尼，逐工认真读册写研究报告时喏，都12个月都赚108.8万，当然爱加上啥，加上一年有5.5个月迄款年终奖金嘛呢，啊，年终奖金呐4万5，乘以1.5，都写6万7千5，啊，都108.8万加六做7万块诶年终奖金。嘛，才115万，吼、哦、啊！当然啦，爱加7万5，啊，都将近120万。咱做到尾时，两个人赚100万较低，啊伊咧坐伫办公室，大笔一挥，全包出去，这边包一万，这边包出去，赚100亿。你讲，这该少恁有好谈无？啊，你若无迄个关系，你也无迄个卡生，你无可能食迄个下药。所以迄当阵啊。那个想法讲，经过的代志发展，变作讲这个蒋介石就讲啥呢？讲将来蒋家无过做总统，这句话是你讲骗大人。伊叫林伟来做副总统，是有伊的足济目的个。迄、那个目的就是讲安大你家台湾人，安大。讲啊，我已经和恁台湾人来做副总统，
甚至乎你做总统拢无要紧，因为啥？伊所有的政治系统拢伫蒋介石掌握中间，拢伫蒋介石掌握中间。所以啊，你啊看日后足侪政治斗争，拢是蒋孝武讲了就算，蒋孝武一句话说了就算。特别是1990年，咱将来要攻家。1990年发生什么代志？蒋孝武落飞机的时候，侯伯村都要去机场给他迎接，吼、哦！侯伯村迄当阵是参谋总长，都要去给他迎接安尼，吼、哦！所以就表示讲，蒋介石把这个权力传承给蒋经国，但蒋经国嘛是有计划，对25岁就开始训练这个蒋孝武，吼、哦！到1992年，迄、那个蒋孝武死亡以后。哦，死亡以后，快个传承，嘛不是对李登辉遐去，就是1992年，李登辉已经担任总统，伊个电话要是咧互监听，所以权力个传承，要毋是对蒋孝武传去个李登辉遐，要是即个咱个蒋介石，哦，啊个宋楚瑜伊个掌握个，所以伫1993、1994年个时。我有一次面对我中商的校友会做一场政治经济的演讲，我就跟他说，现此时1993、1994，我现此时台湾政治权力最大是什么人？在蒋孝武死掉的时候，第一个人说要李登辉，我台湾人说到李登辉哪有权力啊？没呢，那时候李延初做副总统啊，第二个说这样就李延初了，无呢，唔是哦，侯伯村，讲啊，侯伯村伫蒋孝武对新加坡邓爱新，都要去机场甲迎接，安尼伊权力感上大，无可能。过来第四个，要想，要求又无，我安我甲恁解答，讲吼、哦，可能宋楚瑜诶，哦，有人讲蒋介石啦吼，但我。感觉讲可能宋楚瑜比较有权力，因为就是蒋介石甲李延初嘛是咧扶持宋楚瑜的，咧帮忙宋楚瑜的。这边来看下去，看出对，看出1996年的时阵，李登辉要叫李彦泽来做行政院长的时候，因这两个人拢反对，李延初从来没有声音，但是伫迄阶段，伊发挥伊的作用，伫总统府的办公室甲李登辉当刀啊。李登辉无可奈何啊，点点，甚至讲啥？好啦，啊我吼54%选票当选的总统，煞参用一个行政院长，恁都要干涉，安尼我拢卖管啦，逐项代志拢卖管啦，啊怎啊去创啥？有看命？各位你会怨叹来无？上重要的四当，你已经。民选的总统，你应该爱甲冰毒，啊！你无去甲冰毒，你无在甲冰毒，你讲安尼好啦，安尼拢互你去管啦，啊吼！政治代志我卖管，拢互你管。爱心哦，伊怎啊走去读易经，叫人家教易经，啊怎啊去学看命？安尼咱就要怨叹难免，我是足怨叹的，我唔知恁安尼想，我是有够怨叹的。我讲安尼是足无彩，咱家留足济官来家斗三工，苦撞撞来撞去。该做就是台面下的工作呢，我是真失望啦。阿妈讲足悲哀，台湾人的悲哀是伫遮，台湾人的总统，台湾人出身的总，中华民国领袖的总统，也当顺这个机会表现咱台湾人的骨气。吼、哦，来解当了讲，所以你甲点伊，你副总统你无选票，你甲点伊，安尼才对呢。伊若刚才讲的先，尽管输嘛，袂得啊，唱秋快伊死，1998年伊死。李登辉只有一点点权力，用人的权力呢？但1998年蒋介石死的时候，甲2000年伊要落台，剩年外伊要做啥？我都做任何工作呢？我都做任何工作呢？所以去，但最边出来的时候，要改革嘛困难了。伊若讲伫迄个时阵，伊伫民选总统的时候，伊大量换人，我有个建议，讲，趁这个机会，爱训练台湾精英。有个建议讲，一支40岁的人就好，
四十个人内底，你85%是台湾人，15%才是遐支持你的遐流亡难民的子弟呢。咱有安排个建议，唔敢做。咱嘛甲讲，因为政治系统占据所有台湾的这个重要的角落，所以咱要另外成立一个系统，吼、哦，成立一个新的单位，甲这个政治单位所有的预算拨一寡来这个新的单位做，吼、哦，啊，主管当然找一个台湾优秀的人，就是那像迄个做过法务部长，做过调查局局长。这是我煞袂记你名，台大法律系毕业的，唔是？伫国民党内底，当然非常伫民进党无可能。嘉义人迄个廖正豪，那回来法律，因为廖正豪伫读册时代伫台大法学院，阮伫台大法院读册时，伊就已经是国民党的教培啊。啊，所以啊，伊若来担任一个新的咱台湾人有主体的政治系统的时，也当把这个资源分一寡来，把遐人的资源减少，遐人所用的资源，和每一个所有伫台湾这流亡难民的子弟，所有流亡难民的这个人，只要伊会当甲国民党做良好的沟通的，拢有两分以上的薪水。你假设伫这个所在做一个科员，还是做一个科长，你要兼一寡只做政治系统的工作，会。政治的马前卒，你会当继续领你这个政治的薪津贴。津贴，你若有这个身份甲津贴，你有足济以外的所得。假使你写一份这个秘密的报告，某些人做啥代，你会查到。这个案查出来，然后事实，吼、哦，伊咧搞台独，伊咧创啥物反对，咱国民党也是怎解？吼、哦，甲查有罪先，你就有奖金咧。啊，伊咪吸收你台湾人咧。咦，台湾人吼、哦，较高嘢吼，加入国民党，伊嘛较吸收呢，不断的吸收呢。但是好康无遐济，好康无哪遐济。有啦，有，可是你若做了代志，有一点仔津贴，迄个数量较有限。但是吼、哦，就流亡难迄部分会较济，因为种暗下暗麻麻，咱拢摸袂着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有诶吼、哦，为着伊个人的利益、个人的关系，伊嘛会去甲遮外省人、甲遮流亡难民遮。政治系统合作会，这是咱台湾人足歹出头露角的关系。咱台湾人啦，正正当当，无要加入民进党，无要加入国民党，甚至要来甲国民党对起的。哦，你不但无啥物好康，而且有当时啊爱食醉，特别你是官方，啊你啊官僚的时，早晚拢会食醉，照康照胖，就甲你起诉判刑。哦，啊然后。假使你也加入了，你讲讲唔掉头去啊！你挖倒出来，好，挖倒出来拢无创啥要紧，未甲你安怎？但是挖倒出来，你要甲伊翻倍，佮伊对起，我就甲你处分。这就是安尼讲，徐荣是讲的，伫这个所在讲，伊讲，民进党是一个叫不要动，我大家讲，可惜啦，你讲这话爱负责，爱甲阮只讲负责，因为我会当打包票，我吼。经过十几档的资料的资讯的收集，然后经过十几档的研究，我敢讲，我讲这句话绝对无唔对。讲安尼，陈水扁是不是才不要出现？用死迄个要讲啊，迄王星的人。我出着讲安尼，林义雄和人讲圣人，伊是不是过去做了不要？用迄慢慢讲，迄就是啊。我讲你爱负责啊，唔是我负责啊。我今日讲遮恁啊。假使讲有人要加固，我讲一些始终讲的哦，直接公开讲的，咱录音带提出来讲，提出来看就知。柯盈基、台湾之声伫电台里一再讲讲讲，我迄阵早期唔相信啦，我迄阵1999年，我做局长，2001年我离开的时候，即中间我的司机啊，伊较早是咧塞机的车，都伫阮迄社区附近，啊，然后人袂歹，吼、哦。啊，人佫安尼四四丧丧吼，啊，我就要找伊司机，我就因为我足无闲，定拢吼伤忝，啊，家己塞车塞到高速公路弄啊困咯，啊，就独孤啊危险嘛，啊，所以馆长就讲啊，找一个司机，家己同齐上班，同齐下班呢，啊，所以我就社区找一个计程车司机，讲啊，来来来，
来做我的司机啊，来休困一下呢，好啊，上下班啊，所以伊就对我进进出出，啊，就甲我讲讲，哎，许荣启拢讲吼，谢天喜叫别安呢，我啊，你嘛有袂讲，我唔相信啊，一直到当时我才相信，一直到2003年、04年，我才渐渐在讲，哎呦，奇怪呢。迄言论上有足侪问题呢。啊，2008年的《时报周刊》呐，伊家己讲讲，伊自细汉就上下午是巴黎巴黎，自细汉就伫上家出出入入的。啊，你来看伊的自传，哦，有写伊的自传，内底都因约约都讲起讲，伊做一寡代志，拢是咱无多料想的，所以是真明显，伊是伫伫民进党内底，你扮演一个。做一个角色，迄、那个角色就是讲要甲民进党，吼、哦，牵透过民进党牵台湾人去死的，吼、哦，去中国去死的，一个真重要的角色。伊一直咧执行蒋介石赋予伊的责任，吼、哦，照顾遮流亡难民，吼、哦，啊，互延续照顾流亡难民以外，爱延续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个命脉。所以认真讲起来，这群人。拢是咱自治建国的，人讲咱这条路的，挡在咱这条路的一块石头，对，拢会绊脚石啊，绊脚石啊。所以讲起来，咱就怨叹呢。咱去往南面求干呢，咱就做有无能为力，就真困难，真艰苦。国家上，咱家己本土台湾人为着个人的利益，就来替蒋介石来执行伊的政策，哦，用李登辉来甲咱骗，用陈水扁来甲咱骗。我迄阵陈水扁来做立法委员的时候，古怪呢，这款的执行执行的这个资料要对倒来，伊咧执行下无存迄遐尼啊来的遐言辞遐资料要对倒来。那不是政府单位咧提供伊，伊有迄个资料无？无呢？啊，你要看电视的名嘴啊，迄、那个像，迄、那个头张向贾华向提起来，迄、那个邱毅是流亡难民的第二代，伊会当摕到遐侪秘密的资料，伊是有伊的根本呢，因为因老爸本身就是情报局调查局的高层的人嘛，因老爸。做过柯水德担任高雄市长的时代秘书长诶，而且柯水德现在变成不倒翁，伊大概做官以前后边一定拢安排情报局的调查局的人做伊的副手呢，用安尼来保障伊的政治的性命甲安全呢，就是讲用安尼来取悦蒋介石嘛，好蒋介石放心嘛，伊率团去考察去美国考察高速公路建设。罗夫伊就讲，公开讲，哎呦，我这个所在有查某通开无？吼、哦，咱台湾人听起来是足气的啊。但遐照别遐流亡难民听起来讲，哦，这個、人真可靠啊，因为爱查某嘛，爱钱嘛。你若是有一天反背我，我就甲你掀出来，互你袂看口哩。台湾人有悲哀无？我当然说，我讲有一个人开查某开到黑卵的 LP 卵的，黑人哦才算选总统呢。迄两个国民党是不倒翁，啊！你台湾人怨叹了无？伊都爱透过安尼来和迄个伊的主人信赖伊呢，啊！都爱贪污，都爱做假歹代志，吼、哦！有把柄互人绑掉咧，安尼伊才会安全咧，伊政治性命才会当延续咧。当然啦、啊，吴敦义佫另外一个模式，但吴敦义佮较早迄个台北县县长迄个林什么峰啊？林正峰哦，林峰正哈，因为拢红门的呢，青帮红门不分家，青帮是蒋介石的迄个系统的，红门是孙中山的系统，本来伫早期的时呢是对客的，红门是对台湾的天地会开始有的呢，陈英华伫陈先公入去台湾时组织的天地会要反清复明嘛。这天地会甚至于甲在中国的迄个内陆，伫遐咧发展组织嘛。啊，青帮是组织的咱的朝印的这些人哦，去对抗这个
天地会嘛，是本来是对敌的呢。但甲孙中山革命的时候，伊无靠这个青帮，无甲红红门青帮，伊是加入红门，而且呢无甲青帮结合做伙，佫袂使。所以一直甲二次革命的时候，几乎请青帮的这個、代表性的人物，吼、哦，有受过士官学校的训练的蒋介石来做伊的。这个黄埔学校的校长，然后变做这个北伐军的北伐军的迄个总司令啊，无安尼无法度完成伊的任务，所以迄当阵开始青帮红门甲做伙，啊，实际上最后是青帮得势，红门变做伫迄个基站咧匍匐咧匍匐荡荡，但青帮因入去啥，亲门踏户入去甲政府的体制，所有军方警察，哦，特别是军方的政府单位的。那不是青帮本人，是青帮的这个一分子，都是伊的儿子孙变成青帮的外围组织人社的成员的。所以马英九起来时，伊是重视人社，所有遐流亡难民的第二代，那不是参加人社，是无可能入去内阁。安尼我简单讲啊，只后摆各位吼，然后去看报纸，安尼讲落，恁就较了解讲，哇，原来都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报纸。电视拢来甲咱瞒骗，真侪所在咱拢不明事实啦。啊，我讲也是予大家做一参考，予大家将来伫这个观察这个政治发展的时，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了解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五分钟。行，安尼哦，我想讲教我讲，不安尼话紧，爱有问题的人先举手。哎，我想好来。哎，哎，危险不？没啦，没啦，危险。没有。没啊。没有上报哦。上报哦。上的报哦，这也是美国啊。俺都爱去美国看股。啊，你讲哎，我都无看美国嘞。你讲啊，我得 A I T 的人啊。你讲我是美国在，所以你甲报号啊。然后问题去找 AIT， 啊，你讲你啊报地址，你啊报地址报啥地址？你讲吼，台北市内湖区金湖路100号，伊就惊到啊。吼、哦，我估计咧是石凯讲的吼，讲吼有一个咱这个高山族的同心，暗度赛车用 UCMG 的号码的车牌，暗度去予警察来抓伊咧吼，伊讲无要紧啊。啊！你做你开罚单，不，你爱改到呢？你爱改台北市内湖区金茂路100号？哎、欸，有影无？金茂路100号？哇！啊，这敢毋是美国在台协会的迄个总部？当时啊，都已经车起买好啊，啊，特别开始伫遐上班啦。你甲寄伊就收着啊。啊，我是一贯的，所以伊来甲处分到。哇！那边那边，你做你去，迄毋是阮管的，迄毋是一贯的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已经即款的。因为 CMG 的迄个车牌已经到处在走，吼、哦，无偌久咱要发行咱的公开发行咱的 USMG 的车牌，有5000分，你来申请 ID， 咱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有这种 ID 申请了，啊，你就会来，你就会当来申请咱的，嘿，你就会来申请咱的那护照，甲办咱的迄、那个咱的车牌吼，咱台湾民政府的车牌，啊，台湾民政府的车牌。哦，申请就先。啊，你四个走，对啊，哦，所以你先申请了，咱的 ID 嘛身份证了，啊，你就当申请咱的，你的车就当申请你的迄个车牌，因为咱的TCG 的车牌，啊 ，TCG 的车牌的先吼，然后，可能两档啊，三档的我袂记，哎，两档你个 revise 嘛吼，啊，你中间吼。中间你唔免去甲流亡政府纳税，你牌照税、甲这個、迄、那个燃料使用费拢唔免缴。你像我来讲，我迄台大台车是一年有17500块的迄个牌照税嘛，啊燃料税可能是6000-7000块嘛。啊免啊，你著甲车牌就免缴啊，伊都要欠咱嘞，美国要欠你嘞，伊要干哪来提？对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即摆大家咧期待咧等。但讲未来申请这个咱民政府的车牌，啊，咱申请了，你就爱保险费嘛，啊，保证讲啊，个一个付保的费用，就讲。
保险金就是讲咱家己本身若发生问题，迄车的保险家己爱处理嘛。但你若发生车祸时，你爱上你伫法院的审判时爱费用嘛？啊，这费用就是用咱的互保的基金来出钱，你嘛免出诉讼费啊，安尼嘛。哦啊，但是你爱买一个啥行车记录器，啊，佮爱买 ETC 迄、那个。ETC 哦 ，ETC 迄个高速公路通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乌鸭啊迄啊，安尼就足方便的啊。哦，搭一张贴纸吼，我即摆就讲，然后迄个物件先，啊，你着咱五千台的车伫台湾坐来坐去的先，就是咧做广告，迄作用伫遮。啊，所以咱秘书长嘛已经甲美国方面讲，啊，美国方面讲可以，啊，可以，咱即摆希望都伫一两千。十三年哦，2013年的时候，咱一月底以前就会当来发行这个车牌，安尼。其他有啥问题无？有问题？无问题哦。驾照可能免换了，咱就你就驾照就好啊。应该是咱除了讲咱家己爱发行驾照，驾照应该是这张，驾照应该是这张啦，哦。这张也可以啦，吼，像有人就是违规，咱的人有些 MG 的车牌违规，啊讲啊，你身份证摕来，摕这张回去尔。伊讲你无囡仔，无，我拢无干这张尔。啊，这不是阮管的，吼，不是阮管的，伊就袂使开活动啊。啊，有趣味无？吼，啊，所以吼，咱这张是真好的一个。一个身份证安尼吼，所以甲亲戚朋友讲，那爱未申请，赶紧来申请，有真侪方便。唔是咱要特权，就是讲咱不爱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管，也是足重要的观念吼。啊，咱透过这个行动，咱要引起足侪咱的亲戚朋友的注意，啊来申请咱的身份证，啊来参加咱民政府，迄目的是伫遮。有啥问题无？好来，请。NG 的车，好、哦，刚刚那个 ROC 的车发生那个纠纷的时阵，啊，有肇事，这个部分，咱这边刚有什么处理的一个措施啊？哦、什么？咱诶，咱就成立咱的法院，咱有一个法院来审判。哦，咱的人会当要求讲，你要来阮民政府法院来审判，按照阮的交通规则来审判。啊，当然，地方政府那边讲，未使，告诉讲迄个人是地方政府的人。现在是讲外省人，不是咱台湾人，因为、哦、我对你的法院审判啊，爱对我国民党这法院审判啊，两边拢去法院，但是咱有新的法庭，那边审判了，咱的新的法庭巡回法庭要搁再审判啊，巡回法庭咱的巡回法庭是日本法官、美国法官、加咱这边法官三个一组，而且呢，咱有陪审团，陪审团啊，十一个来讲，十一个拢认为。哦，你唔对，你才唔对。十个内底，若一个讲无钱，你唔对，你就无唔对。哎，都未乱去啊！唔是法官会当自由心证，无现出是中华民国这个法院的自由心证的物件。哦，陪审团也去衡量你迄个犯错的成分。假使讲对方犯错较大，伊绝对未判你有罪，安是足重要的。所以，咱的制度会足大的改变。咱将来，假使咱的民政府然后得到政权的时候，咱有足大的改变，因为咱彻底要来甲中国部呐对咱脑海来咧甲清除。所以，即摆恁若转移的时候，恁若有子孙，就叫伊唔免用心去学北京语，唔免用心去学迄个现主席迄个国语。咱宁可用迄个心力，用迄个金钱，叫恁的囡仔去学日本甲。加英文安尼较重要，因为咱将来是台湾话、日文、中文安尼。好，台湾话当然包括葫芦话、客家话、加这个高沙族的言语安尼一种，四句话一种。啊，咱将来发生这个身份证的时候，那不是咱本土台湾人，是干来回居留证、居留证。第六年还是十年内底，伊拢无犯罪，伊要来申请规划。做咱台湾人，伊爱宣誓，伊阿妈也要讲真古的话，台湾话安尼一种，啊英文、日本是另外，
伊唔捌拢无要紧，但你爱会晓讲台湾话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经过申请了，咱甲核准，啊，然后宣誓，啊，宣誓哦，公开宣誓讲，伊要忠于台湾，唔是要忠于中国，安尼咱才有可能，还是讲其他国家，咱才有可能会规划做公民，啊，然后才有比选举，甲选有迄个投票权安尼，比选举权，比选举权甲选举权安尼，所以咱的所作所为拢甲。民进党、甲大陆人民、甲李登辉的正面之言是完全无共款的，哦。好，还有其他问题无？好，来，请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那我们高山族也要应我们去学那个台语？你高山族的先吼，高山族你就是高山族，你就爱会晓，至少爱一种会晓。假使讲你是周族的，你就爱晓讲周族的话。啊！你阿美族当然无问题，你也要讲阿美族的话无？吼、哦！啊，你就是台湾人，啊，大家拢平等嘛，吼、哦！安尼，好，要有啥问题无？谢谢。哦，好。啊，若无问题，咱就哦，你要问来请。你用台湾话讲。就是你头拄啊讲迄个去到车牌黑啊，按是拄到今天迄个警察，我唔知影，今天甲阮请去警察局，那我们要去倒位寻求这帮助？嘿，对，到时阵敢有出门一个人？你若去有张启新哦，你就卡来咱的行车安全中心。咱今要发迄个车照号你的身，咱那车牌号你身，咱都所有相关的这个资料拢伫内底。啊，你就发生之后，你就卡紧卡电话来咱的行车安全中心。咱台湾有一个行车安全中心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电话你卡入来身，马上派人去给你处理。吼、哦，保险公司，咱有保险公司。国泰保险公司、财富保险公司要来跟到三江安尼，啊，然后咱的有派律师，吼、哦，派律师去给伊发路，这下代志。啊，根据咱的交通规则，咱的交通规则大部分是对日本改照用伊的观念，吼、哦，咱的验车嘛拢日本式的，日本迄套唔是中华民国迄套，中华民国迄套是咧和验车中心啊验车的人探后康的，吼、哦，代理验车迄种不合规。咱即个将来有咱的验车中心，咱的验车中心一定是按照日本的规格，吼、哦，保证你的车经过验车以后是绝对袂发生一挂其他的问题安尼，哎，要问题无？哎，若无问题，咱来下课，因为要五分钟，恁来还佫上另外一节，所以今日有较忝。多谢大家，多谢。车开了，行了。休息十分钟。